这视频90多天左右，没有，还100多呢，180减去了5斤了，已经还有175。不够格。为何总是一个人守着你留下的伤痕，熟悉的吉他，我两个陌生人，谁还记得当初的真，如今还是一个人，还是留恋走一个清晨，总是不能失去想念上的心，是不是两颗心再也没有余温？